你们能来帮我们真是太好了，指挥官们。这颗星球旁，只要一启动飞船引擎，那些怪物就会来袭击我们。如果再发射飞船，我们已经有多艘飞船准备发射了，准备好了就早点返回。 研究完毕。 敌方部队正朝我们。对方现在安全，但是还有。升级。
非常危险，敌人径直向一艘飞船去了。谢谢你们，指挥官，我们之前一直研究完毕。艘船争取了一点点时间，那艘飞船的燃料管道出现了一处泄漏，他们只能升级。研究完。所以敌人想要攻击我们的基地。时间到了，现在说什么那艘船也要出发了。回到设施的话，你们就无法攻击他们了。飞船正
攻击。Yeah.